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 Agnes， 我的公司名字叫 Elsevier Enterprise， 我们是做代理健康鞋子品牌的。在这之前呢，我们其实一直以来都有很多我们的 salesperson 在外面跑，可是他们的业绩呢，有时候会上，有时候会下，然后我们也不知道真正的原因是什么，他们到底在面临着什么问题。经过老师的课程之后呢，我们上了那个 SIS 之后呢，就发现其实我们可以先让我们的 staff 做那个job description， 然后从中呢，我们可以了解到他们其实觉得他们自己的工作范围是在哪里，然后我们了解之后呢，我们再 re-interview 他们，从中我们可以知道到底他们想要的是什么，他们的想法是什么，然后我们 management 方面呢，就可以从中做调整，让我们跟员工可以更容易磨合，然后也可以提高他们的那个 efficiency。 所以我觉得这个 re-interview 跟 job description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technique。 谢谢老师。